人体保龄球胡牌大战，队员们用身体把尽可能多的二牌推倒，三队队员交替进行，每次一人上场，出场顺序由上轮优胜队伍指定，游戏结束后累计击倒二牌总数最多的队伍获胜。人体保龄球吗？这是我们这个组的强项，我们绿队的强项，因为它很绿嘛。我们绿队有两个现成的保龄球啊。你们是元宵啊，你看把哎把球体露出来，元宵我一露出来大家就会跳舞，因为我它会开启闪光灯模式。对，哎，有多深呢？1.3米。没关系，好滑吧，这个很滑。哇，哦，上面有肥皂，那个肥皂，哦，最滑最滑，哇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可怕，这种那么滑，这个好玩，好滑，很久没打保龄球了，你们有多久没打保龄球？好滑好滑，我将近有10年没打过。那我比你少一点。10年，我今年25。今年什么？对，你说什么？两个加起来快80岁的人，你觉得我俩这样有意思吗？哦，也是啊，你就26岁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俩加起来60多。我们90后无法了解你们的思维，我们00后真的听不懂你们的思维。上一轮是你们赢的对吧？对啊，好吧，你们开始，你们先挑吧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，先来吧。问什么？让你们先挑，先挑顺序。那先保龄球先来。那你先吧。你们先，你们先。不不不，等一下，怎么样？我们先。为什么？牌沾过水之后会湿，会黏，会吸住。好科学哦！对，鲜的比较好，第一球最有希望。好了，你们先来。你们先，你们先，你们先。一人你们吧。我们，因为你们一定最好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会游泳，然后那里有一颗球，然后我好想看祖蓝跳。OK， 好吗？准备。打倒9个，豪哥，来，压力大，压力太大，全力打，压力太大，保证要抓住我的画面，氧气，氧气，小心我触手像彗星一样，全力打，全力打，哦哦哦哦哦。
是啊，不太是找到鞋子。是啊。记到个数，八个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非常棒了，领先我们一个，八个哎。我们红队要用飞碟球，你们打一个世界级的飞碟球，大区。
我决定根据刚才站姿滑动，我到那边以后变成陀螺，组合在一起。我理想的计划，哎，陈哥，你这万一摔了，会驼爆掉。我们就缺一个偏低轨道，偏低轨道，偏低轨道。No！ 我们可是一把都没有赢。那么在乎输赢干什么？我们是个综艺节目，又不是奥运会，对，干嘛来输和赢啊？我是不在乎，但是一直输也没什么意思。大黑牛要了我激发你的劲儿，哎，你就不行，给我的白木不行的，我们来吧。没有，大黑牛已经疯了，大黑牛红地毯，来着，不说了，就是干算了，说好了，当着了，多输一个，服了。安慕希，奔跑吧兄弟！本栏目由伊利安慕希希腊酸奶独家冠名，安慕希希腊酸奶，更多蛋白质营养，更浓醇，更美味。网上逛超市，首选上苏宁。本节目由苏宁易购超市频道特约。极速闪充，参与互动，赢取充电五分钟、通话两小时的 OPPO 拍照手机。本栏目指定用水，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提供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23个获得本轮的胜利，一半儿，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一直输。对，绿队和红队，你们各自推选一个最强的人来玩最后轮，决出23名。来，红队准备。红了，很快哦。我们的蓝蓝的小宇宙已经开始燃烧了啊！三个一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人气就开始了。这阵仗大，这啊，这大得了啊！好 ，Everybody， 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蓝队获得了胜利，同时他也得到了优利的条件。先过来摸三张牌，我们终于有一次摸牌的机会了，是吧？摸三张是吧？对。这啊！这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恭喜
能跟我们。你如果不要，你打掉一张。哦，然后剩下两个留给我。对对对，留给他。好，留这两个。OK。怎么样，服了吗？快了。快。定了吗？定了。选一个。哦。啊。嗯、可以不换吗？打掉一个，不换就打掉一张，那就打掉一张吧。帅，漂亮，走吧。OK， 就是这样。好，好，好。哥，我们也听牌了。来看一下，来，啊，不太敢看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牌吗？哦，可以不要，对吧？不要，必须得拿进来。啊？他们吐了吗？好吧，我们都要胡牌了，我们都。对啊，这个。好，没用，这个没用。能这样吗？非常好，好可爱，小袋鼠。那跑不了哟。哇哦！啊，要怎么样啊？要跳下去吗？这啥玩意儿啊？董事长啊，董事长，什么东西？董事长，董事长啊！天勇，老板的青睐。看题目回答问题，每道题有五个选择，每选择对应不同的赛道和旗子，回答正确的成员会受到老板的青睐。青睐是什么？加班吗？大家看，这里有五颗老板的头，抢对了会受到老板的青睐，把你推下去，享受一个海绵 SPA。 啊，这个还是算奖励啊。啊，那就是要抢错的。他们什么都是反的，都没发现吗？所以抢对了你就倒下去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哎，是来一组，每一组受到老板青睐次数越多的前两名，可以奖励一个小时的加班时间。就推出去越多就加班越久，是吧？说明回答的越好，老板越欣赏你。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请第一组成员就位。活动活动，你们女孩站中间吧。好，谢谢。已经开始热身了是吧？小猎豹已经开始热身了。年纪大了，老猎豹不热身不行，身体扛不住。你待会儿告诉我哪个不能抢行吗？行。请看第一题。老板发信息对你说最近辛苦了，以下回复比较得体的是：我喜欢闭眼，不辛苦，命苦，不辛苦，命苦可以。绿色的是不能抢。D 和 E，D 和 E， 别听他的，他是坏人。你敢跟老板说你知道就好。哦，对 ，E 也是对的呀。请准备。提醒大家，如果不想被推下去，就抢错误答案。那我应该选哪个颜色？哥，你不可以拿两个、啊，完了。你们俩再见了，你们俩，你俩都一样，你俩都一样。完了。你不说你要告诉我吗？我被他抢了。好可惜。哎，李晨，你知道你这属于你卡通人知道不？知道为什么叫卡通人吗？就脑袋卡住了，想不通。还有后面的机会呢。不是，那你也不能拿俩呀。对呀。你选两个都砸手里了。那我算什么？我没有抢到。你选一个，你在他手上选一个呗。你选个红的吧。谢谢领导肯定，肯定我辛苦呀。一有可能还能过关。绅士，是吧？来吧。现在我们来公布答案。我可不可以自己
己下去啊。三二一，啊，好恐怖啊。啊，哇哇塞，哥，你轻一点！不要吓我一跳！你轻一点！恭喜他们取得了领导的青睐。领导的青睐。恭喜恭喜！靠你靠不住啊，哥哥。接下来第二题，请出题。针对职场人调查，员工有多少钱的存款才敢裸辞？啊？这个真不知道。这得因人而异啊。C 和 E 吧，我觉得。裸辞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你看懂题了吗？可以。E，无所谓，有底气。对，我抢那个就行了。等一下，哥哥，哪个不能抢啊？你告诉我。请准备。你才抢了这么多人，你们给我的爱就没用了。这哥怎么这样子？你没有用，你那仨都得下去，我告诉你。是吗？你这样吧，你把黄色给我吧，好吧，一百万。一百万，你们是不是怎么？十万，这个应该是对的吧？选对的是下去，对呀、啊，要选错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都选错的答案，只有你在选对的答案。不是，我得有一百万啊！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呀、啊。但是老板肯定不想要这一百，不想给这一百万。他不该是说有多少存款，他才有底气说我兜里一百万，我就给你辞了。他就说我兜里一万块钱，我就跟你说辞职了。是他员工要告诉老板，你得给我一百万。不是给一百万，是他本身有多少？是你自己有多少存款，你才敢辞职？对啊，完了。陈飞不愧是我们文化有限公司的好员工，不用选错了，可以，哥哥，好员工啊。好员工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好，来，一百万是这个，你别替他下去了。那我们就让我们揭晓结果吧。公布答案。啊，我们好惨，每次都是捡人家剩下的。我要是还下去，我就难过死啊，特别吓人。我那么讨厌吗？有点爽，陈哥，你是上瘾了是吧？陈哥，你真的很喜欢老板的青睐，对，他又喜欢加班。好员工吧，太好了，这是根据多少人调查出来的结果？基本上是100位，100位啊，100位。请看第三题，以下名字中是沙溢儿子名字的是？哎呀，这个我可知道。最后这个是干什么？蔡徐坤，沙溢的儿子姓蔡啊。哥哥哪个对啊？我告诉你 ，E 肯定对 ，E 肯定对啊。前四个那就看你们自己悟性了啊。哥哥哪个对啊？你赶紧去抢个红的，肯定就不用了。就抢红的吧，别聊了。请准备。
叫沙俊良吗？你的孩子？你一会儿又公布了。沙一哥，你儿子不可能跟我就差俩字儿吧？我为了你，我改回来。反正我觉得你不至于给你儿子起个脖子吧？你认为你是错的啊？对呀、啊。那你就错了。我选的肯定是对的，对吧？哇、啊！你真对了。你还敢追我？你还敢追我？我没对啊，你对了。杀死爹呀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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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这个题有问题。我觉得一样有问题。这不对的，这不对的。这肯定不对。这肯定不对。要不然咱们去看一下户口本，好不好？西里爹也算爹呀。我这便宜给占大了。慌慌慌！最后一题。目前这一组已经有一位成员晋级了，就是球哥啊，恭喜恭喜。调查显示，基层员工离职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没有升职空间。收入。收入不重要。我觉得加班太多和与领导之间关系不融洽。我觉得是 C。C。对，哥你不要不做声，你给我分析分析行吗？咱俩都是新来的。我分析，我觉得都对啊，这个。还有什么可抢的呢？像我这种已经获得老板青睐的人。哎，吴丹，我觉得我这个好危险啊！我这是不是很危险，哥哥？你这最不危险。对，因为基层员工你来的时候已经知道多少钱了嘛。对吧？基层员工已经知道了。对啊。你还因为收入吗？没有升职空间。我觉得你问题不大，我觉得D有很大可能。基层他还是希望能够升嘛，是吧？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，但是我都乱拿了。现在我们来公布答案。我觉得应该是我。是我。七点。啊！我觉得我这个怎么冲那么快啊？别是我。Stop！ 吓死我了！别是我。真的是收入，基层员工没想这么多，就想收入。这项调查显示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我不玩了，你玩吧。我超级厉害，一题都没有答到。因为他没有听懂。恭喜 Lucas 全部选错。耶、yes! ！那这是该高兴呢，还是不该高兴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恭喜两位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接下来第二组成员就位，我们得站在最中间，对，最好的最好抢，转一点点。请看第一题。2021年最受大学生啊大学毕业生欢迎的行业，文化传媒。我觉得互联网应该是最喜欢的。我觉得这几个行业都很好。你有可能是教育培训，好多出来都到教育培训，很可能会是 C 啊，我觉得反而文化传媒安全吗？文化传媒肯定是安全的，相信我，文化传媒肯定是安全的，相信相信。安全是说不选不喜欢，嗯，这是 A 和 C， 我觉得互联网教育金融比较有可能。去互联网 B 和 C， A 一定不要碰，我觉得应该是 IT。 教育应该挺多的，别选 B 和 D， 抢 A 就行啊。蒙吧蒙吧，算了，不知道了，听天由命吧，听天由命吧。好，请准备。哎，我们站到起跑线上，朋友们都玩赖了，现在都玩赖了，你们太赖了，这些人。请准备。
等一下，我刚才最不想 B， 我怎么选了 B？ 这个怎么算呢？这个算 baby， 你手里不是已经有一根了吗？我刚才想着不要拿币，不要拿币，结果我上去拿了币。那你那是活该呀！我真希望多一点这样的人啊！有人想换吗？我跟你换，有胆识。好，然后你们就一起下去。我觉得你们俩都要下去，绝对是币。那我们公布正确答案。我给吓下去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富贵险中求啊！离婚了，敢出汗的回来呀、啊？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一题受到老板青睐的是凯哥，恭喜！什么是最热门的？教育，不是互联网吗？掌门一对一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啊，就得找掌门一对一定制一位老师，针对性辅导一下。咱们这水平都需要一人定制一个专属老师。接下来，请看第二题。我哪张图是吉克隽逸 ？A 是 A 是 A 是他的鼻子。啊！这个图也……这样，我也要给你们参加了，隽逸，你站这儿，你站这儿。耳朵不是耳朵，耳朵不黑。哎，耳朵是啊，有耳洞啊，额头也。看不出来呀，哥！你猜，我告诉你们，别说你们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肯定不是下巴，他下巴有颗痣。C 肯定不是。我觉得一 D 和 E 好像不太像啊。我觉得前面三个都有点像。来，你们看呀，看呀，看好了，看好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来吧，知道了，来吧。好了，沙溢又下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沙哥肯定下去，你们俩都 OK 的。不可能是 A， 不可能 ，B， 不是 C， 好，我们现在吉克隽逸这儿有颗痣，这没有。那我们公布正确答案。不可能是额头。哎，别，慢点，不是我。慢点，不是我，不。他有颗痣，那个下巴没有。就说哪个是他嘛？你选对了呀 ，A 是他呀。哎呀妈呀，对，我选对了，糊涂了。我又被吓下来了，我每次都被吓下来。哎，我给吓下去了。我又被吓下来了，我每次都被吓下来。真的很吓人，我都知道我不会下去，我都怕了。真的很吓人，他这个脸吧。我那么讨厌吗？蛮特别。给大家揭晓一下，其他的分别是谁？还有我的吗？哎，导演，你这样我可就……这里边王宝强算白的了。好歹你也给几个女生啊！不是，你也不用跟他们太认真，他都给我认了个新的爹了。每次可以集齐这几个，让他们现场比一比，肤色谁更深。接下来是这一组的最后一题。白领中最常见的不良生活习惯是
熬夜啊。那肯定是D啊。全部都是啊。都是不好的。都是不良的。只不过是哪个更不好。那你那抽烟喝酒也不比熬夜强啊。就是更多人会怎么样做？常见的不良生活习惯。那就是D啊。就是D肯定不要选。因为熬夜里面包括了很多东西。把这个留给郑凯，把这个留给郑凯。啊，现在都分好了。啊，就按顺序拿呗。你就抓周吧，抓着哪个是哪个。直接报应了！直接报应了！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啊，可不要赖我啊！我很期待这一把。但是白领不应该熬夜，他早上上班啊。白领人家都早睡早起。对，白领不一定熬夜呀、啊。为什么你现在才说？现在换还来得及啊，应该是 B 和 C。不会吧？那我们现在来公布正确答案。又来了！慢点啊！慢点！别过来！太坏了，这家伙！弟呀、啊，弟呀、啊，真是熬夜啊！没有撞他、啊。熬夜啊！你咋没撞到？他没过来呀！你咋在上面呢？他没过来呀！哎，再来一次呗，没撞下去。啊，我们重推一次吧。还要重推一次？你让我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镜头？哎，我们这样特别酷的看着他，好吗？来呀、啊！肯定不是我。你怎么又下来了？又下去了？这都已经知道结果了，你还下来啊？你这还有陪跳的？我告诉你，我真的站在那边很自信，但是他很快。补镜头都补得这么真实，是不是？他很快呀、啊！我看出来了，子琪很喜欢这个海绵 SPA。这一局受到老板青睐的是凯哥，恭喜。所以在这一项任务当中，陈哥、吉克、沙哥和凯哥每人可以获得1小时的加班奖励，恭喜！谢谢老板，在我艰苦努力下，3个小时的加班。